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. We begin to feel the fire.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. 哎，宝宝，过两天咱们一起去看一闪一闪亮晶晶吧，票我都买好了。宝宝，明天我可能要出差。哦，那等你回来吧，咱们再去看吧。我可能。喵喵的，我就不信了，你申请，我再申请，来看看谁的手速快，来来。哎呦，大师兄，你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啊，这么暴躁？你说说你，我都回来一星期了，你一次电话都没打给我。停，你真的是大美丽啊，大师兄，你好你个大美丽啊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当初说走就好啦，我知道错了，错了。现在我打去游戏呗，我开了啊。哎，你。大师兄，你快看，有马呀！这是新版本，限时载具，吃草就能跑。哇，那有了这岂不是全图随便跑啊？对呀，而且它还可以下水呢。那这个呢？它是干嘛的呀？这是新道具风火狼焰，可以释放风羊飞上天空，帮助转移或者支援。哦，新版本的东西好多啊，就是不知道我不在这段时间，你的技术有没有变厉害？切，我的技术本来就很厉害，好吧，在你离开的这一年零十个月，15960个小时，957600分钟，我技术可是涨了一大截。大师兄，你记得这么清楚啊？我啥呀？谁记了？我可没有。走了，让哥带你去吃回国后的第一把鸡。喂，大师兄，你个笨蛋，等等我啊！干啥呀？没事，我就喊喊。傻子一样。其实我是怕你又和以前一样一声不吭的就走了，我怕再也见不着你，我想让你知道我会一直站在原地等你。大师兄，对不起，让你久等了，这段时间你肯定受了很多委屈。